时候没有，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起在拍了很多的图片，那就互动上面来讲，我觉得他就是流那整个流动哈，就我觉得很轻盈，然后很容易就是融入在一起拍一些非常好的那个和谐的那个照片，因为我跟他有拍过一次的那个最近的一些那个对，那我觉得我每一个男主角当然都是很想跟他拍，那你们都要叫我讲出一个啊，我也不想要用应付式的方式，我每一个都想要，我想娶一也是没有什么不好啊。谁？哇，我非常的激动也很感动，是因为金马六十一甲子是一个盛事，能够再走回来参加这个盛典，真的是好像走回一个金马奖的一个大家庭，那格外的感动，真的是跟平常不太一样。我这套衣服是林威老师量身打造，为了金马六十盛典。那这个首饰是 Tiffany 刚从那个纽约空运到台湾，才刚拆箱，市面上都没有打开过。然后这个5000，这个3000，这个7000，这个100，豪宅穿在身上，我没有戴过这么价值不菲的宝石，非常的给我感觉非常的怎么讲，格外的一个很怎么讲，非常惊喜，非常慎重，因为它是蓝色，配合我这个衣服是蓝色，是象征幸运跟祝福，整套都一样，就是对蓝色，那是带有的宝石，这是很贵的。我这一辈子没有戴过这么昂贵的宝石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讲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，尤其是金马盛典这样子的盛装，很值得啊！感谢谢谢谢谢，真的谢谢。还没有，因为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很久没有碰的，像大美女东方不败林青霞，还有大导演我的导演陈坤厚，我真的很期待等一下跑去跟他们打招呼。